而且最好一开始出生的地方离那个防空洞远一点。一开始出生的地方离防空洞远的话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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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斧头在这，老妈在这，皮米拿了斧头，老妈。医疗包、手电筒在那里，看到了。水在这里吗？杀虫剂跟水各拿一个。然后这次有机会哦。我剩下收音机、地图那些人没拿。女儿，再拿一瓶食物好了。这次很有机会哦。收音机、食物、书、水。剩下最后一个拿到我看到手电筒了。手电筒在这里，手电筒，食物，水，再拿一个食物，好，可是要四个人都活着通关，很难呢。啊，没拿地图，啊，也没有玩具，因为地图没有玩具，缺这两个而已啦。子弹的话，用杀虫剂可以代替，或是面具。这开局还行啦，没有地图而已。我们算一下，我们有四个食物，四个水。如果五天喝一次水的话，四瓶水，四个人可以喝到二十天，对不对？五天喝一次水可以到二十天，所以我们起码可以忍到二十天。算了，派人出去好了。派人出去的话可以。可以更久一点，有斧头砍人，怕是到18、19天的时候才收到那个军方的讯息。OK， 快到25天。皮米换什么都嘛赚，干最没用了。他现在把防毒面具带出去，祈求他回来的时候，防毒面具是好的，生病就算了。第五天要喝水。啊，没事啊，我们看。你在水灾对不对？反正我也没有牌，我也没有地图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不早就知道了就不拿，对不对？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哦。不然拿那些东西，现在又很难过，对不对？现在又说哦，劫富济贫，劫富济贫我才不要嘞。啊，你儿子回来了，儿子生病，他拿了很多食物跟他拿了一点食物跟一点水回来。第七天，一个食物跟两个水，还算勉强可以接受食物。提米挨饿了，大家一起吃。老婆怎么那么能忍啊？哦，搞不好第七天，搞不好第七天就知道军队的，yes， 第八天就知道外面没有辐射了，给力！现在派人带出去了，派老妈出去好了，老妈一直gank，她很想gank人，
好，准备探险。我们让老妈出去。像现在老妈出去就不太会生病。九天应该也不用喝水。老妈出去，然后大家第十天喝水。提米是不是很饿啊？我们再给提米吃一餐好了。他虽然出去没带什么东西回来，但是还是有带点东西回来。堵住两瓶水不堵，喝水。赌博真是恶习，大家都不能赌博，知道吗？十五天在喝水。比较惨的是，我这次只有两个，就是跟军队联系的东西而已，就是少了地图、少了牌跟少了枪，这个东西还要再拿到啦，没有拿到会很难过。十四天在吃东西。好，今天军队取得军队联系喽。十二天取得军队联系，他们状况也看起来太好了吧？给提米找点水喝怎么样？我们刚十天的时候一起喝的吧？是吧？看一下水的量来算。是吧？我们晚点再喝。没有玩具也不一定会发疯啦，就是赌的，没有子弹，一起喝的，那就十五天再给他喝。提米会病死吗？会啊，我们差不多要救提米了，救提米。反正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，大家都吃东西，十四天一起吃。我们要挑战的是四个人都过关，所以全部人都要救起来。狗狗来了，老妈回来，老妈没生病，老妈，杀虫剂是我本来就有的，对不对？老妈挨饿了，老妈要吃东西。水还没喝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喝水。拿到一个食物，一把枪，让我们多了一个可以解任务的道具。一起喝水。老妈额外要吃东西，煎饼又来了。可是我们这次没有医疗箱，可能不见得能救他啦。我们这次要再派一个人出去。提米已经好了。好，现在都还没有触发地震跟那个睡眠的状况，就是运气蛮好的。是不是不能乱讲话？等一下一讲就来，等下我都有喝水嘛，都有喝水。老妈吃东西，对，没错，没有就一起给她喝，一起给她喝，不然等一下算错。等一下算错，老妈死，我们就要重来了。狗狗可以放生啊，狗狗可以放生，没有问题，绝对放生啊。反正我们这次是要解那个四个人嘛。沙皇四个人，老妈还在饿。哇，这三个人状况史上最好哎！十六天派谁出去？派玛丽真好了。派老爸去。提米一直在看这干嘛？糟糕的饮食，看三小，看三小，没看过是不是？第十七天，我们十四天的时候吃东西，要赌博，不赌。啊！老妈是不是要吃点东西啊？啊，没事，老妈有吃过了啦，可是我有点怕。我有点怕他没送，干渴。二十天的时候一起喝水。我们先给老妈吃一罐好了，因为他刚刚出去过，疲劳的加持下
感觉会饿比较快，先给他吃。撞！撞！他特意在看这干什么啦？在危机时刻沟通是最重要的，无线电很重要。少了一瓶水，19天，这就先脱水。我在想要不要现在给他们喝，应该不用，20天再喝。哦，第一个军队任务来了，我们确认一下有没有人一定要喝或吃的。第一个军队任务来了，老爸回来，老爸带了。妈的，我玩这么久了，他没有这么carry过。然后我们再大家一起吃东西，大家一起喝水。今天就是我们家族团聚的最开心的日子，我们大家一起喝水、吃汤罐头喽，吃。现在要不要再派人出去呢？我们可能还需要娱乐跟一个地图，所以我们还是再派人出去。狗狗来了，狗狗吃，给你吃，都吃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露营咯，夏令营来咯，狗狗吃东西，给力。老爸一个吃不饱，欸，吃不饱是不是？再吃，25天的时候喝水。啊，一真的吃不饱。我们20天的时候吃东西跟喝东西嘛，那我们25天的时候再给他们一起吃东西，一起喝东西，应该 OK。提米力竭了，力竭的状况下面。比较不是这么土，派玛丽珍出去。玛丽珍要出去，那给她吃饱一点好了。按到。老爸也再给她吃一个好了。他拿了那么多东西回来，他应该可以多吃一点。老爸怎么越来越累了？干，提米也累了。妈，泰德怎么还是在饿啊？看一下状况是什么。绿色蟑螂，疲劳、饥饿、力竭，都不用嘛。打蟑螂，饿了又累了，干渴。今天是第几天？第23天，23天还不用喝水。这边玛丽这种突变过吗？没有。我玩到现在，玛丽真都没有突变过，我没办法。干渴而已嘛，干渴不用喝。突变很靠运气啦，很困难。多罗利斯快发疯了，跟他聊聊天。突变很难，多罗利斯没发疯了。我们现在缺地图跟哦来了，赚食物的时间到了，各位，我们拿一瓶水换4个食物。4个食物有没有？我们罐头有10罐啦，大家一起吃罐罐喽，各位。噔噔噔噔噔噔，
天第几天？第二十五天了，赶快喝水，脱水。不用吃东西，虽然很多东西，但是不用吃东西。水都喝了嘛？你马丽珍回来没生病？那你带点什么回来？你怎么又带？你怎么又带罐罐回来啊？马丽珍，马丽珍又带了一个罐罐回来。谁的状况比较好？马丽珍不可能去，提米或者是泰德，现在剩泰德没有去。大家一起吃好了，啊，吃，都吃。哎呦，提米，他的写法是提米比泰德还要适合出去。到中后期之后，马医生就不能出去了，马医生出去死亡几率极高。干，军队的第二个任务来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一把武器，所以还行打架。但是等一下那个狗狗的地方我没有拿枪去出去过啦，我不知道狗狗拿枪出去会怎样。我们现在解完两个军队的任务，派，哎，上次说要派谁？他们两个其实差不多，我们再派提米出去一次。看起来大家状况越来越差，二十八天脱水。因为如果是斧头的话，跟着狗狗出去的话，斧头跟着狗狗出去还会再拿到三瓶水吧？我记得是这样。干渴，今天二十八天吗？二十八天还不用喝水，明天再喝。我们只有枪而已，我不知道枪出去会带什么东西回来。哎，玛丽珍脱水嘞！玛丽珍为什么脱水了？那我们今天就给她喝好了，给玛丽珍喝。玛丽珍也饥饿，玛丽珍给他吃。带这个出去，不知道会带什么东西回来。狗狗拿枪，狗狗会死。那是拿探照灯的时候吧？不是这个的。试试看啊，反正狗狗死了就算了。好吧，天平没有回来，反正我们也只有那个可以选，没办法，因为斧头被军队抢走了，一起喝好了。干，多罗蒂斯受伤了。我们也没东西可以救他，斧头也给了，所以只能赌他不生病。啊，没生病，赚。没生病就是赚。三十天，昨天喝过水了，不用吃东西，三个力竭。马丽珍又生日了，我们又要送他一罐杀虫剂，他跟我们说：“爸爸妈妈拿到杀虫剂当生日礼物，真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件事了。”呵呵。阿廖晚安。最开心。修防毒面具来修。32天，33天的时候要喝水。哦，修好一个防毒面具，32天。今天没什么事，看一下，脱水。明天再喝。不会出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我干，提米生病了。可是提米带了一个医疗箱回来，都可以拿来救他自己。大家一起喝水，一起吃东西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拿了什么东西回来。拿了两个罐头，两个水。
废物提米，今天不废了，大家一起吃哦。先不要救他，不急不急。哦，我们解第三个任务咯，这是第三个任务咯。脱水机要力竭，派老爸派马林镇出去。我们解第三个任务了，要破台了，要破台了，各位。等下敲门我就要开咯。一敲门就开，不糊的那种。欸，我刚刚没有给玛丽珍喝到水吗？饥饿，饥饿，食物很多啊，大家尽量吃。先不要那么早救他，然后不要探险了。失眠了，各位。这个东西不会救到，干不会救到提米啊！杀虫剂换医疗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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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医疗箱干。或者是洗澡，我们很臭，我要洗澡，拜托给我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我干，开始有强盗来了，有点麻烦，开始有强盗来了。提米应该可以撑到大概45天到50天左右，大家一起喝水。迈入130天，他那就是已经不会过了、哦。苟延在残喘。今天又怎么样？吃东西吗？生病。等敲门，快敲门，或者是换医疗箱。敲门，医疗箱。敲门，医疗箱。敲门医疗箱，敲门医疗箱，医疗箱，医疗箱，敲门。给 Timmy 吃东西，反正我吃的东西超多的。快敲门，快来敲门！不是你啊，不是你暴徒来敲门啊！别啊 ！Timmy 快死了，快点来医疗箱。噔噔噔。等医疗箱，现在出去很容易死了，大家一起吃好不好？哦，居然不是，我操！结果换老妈生病了，各位。干，别开玩笑啊！我以为要过啦，怎么换老妈生病了？
有人要来啦，我们在跟他们打架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换个人生病，换个人生病还可以撑一阵子，对不对？他还可以再撑十几天、二十几天。水，干渴而已，干渴不喝，不喝。就在今天快崩溃了，我们刚才听收音机，那崩溃了还得了？今天要敲门哦，可是应该是暴徒要敲门。脱水了，喝水，喝水。我操，这四个人耗，这四个人耗东西超级快的耶。关麦了，关麦了，先走。噔噔噔！其实这个游戏玩到150天真的很憨啊，因为它真的过不了。谢谢你的donate，谢谢你的订阅。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。感谢艾瓦斯答应两美，谢谢。接下来麻烦你凯瑞一下隔壁棚好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没办法，他不接受啊。其实这游戏他就直接玩啦，反正玩两天他就。会懂那个要干嘛？干，再来要带煎饼起过关，别开玩笑了，可以不要吗？四人一狗两张，这那要干嘛、啊？四人一狗两张。
哒哒哒哒哒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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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士兵抵达自己卑微的藏身处时，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们终于安全了，明天有着什么，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一定会比今天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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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信号给军队。所以是要三个，所以要解三个军方任务。哎，四个啦，总共四个，加上接任务的话。四个被军队或被军队解救，给力啊！我看看他刚他那边有什么东西，他是缺什么啊？哦，他没有手电筒。他扫手电筒，我没有让那个女儿变异过。我们去看他在冲啥小。这个也是很累啊。反正我们从礼拜几开始第一次玩这个？我看一下我的这玩了多久，玩六十秒，已经玩16个小时了。为什么浪费这么多时间玩这个游戏？好累啊！我玩了16个小时，感觉也是有点浪费人生啊。不过该玩的都玩完了。魔粉报道，怎么没有蓝粉啊？之后这个干，可是我们玩了16个小时，有超级多东西的，要找时间慢慢把那个东西传到 YouTube 上面。这边跟大家推一下，就是如果想要看这个的精华，或者是那个，就之后开台的话，可以粉丝团或者是 YouTube 点一下追随之类的。比较会发现这个东西。
看过煎饼已满足。三 H 而已，还可以退款。后面还会有新的结局跟新事件的 DLC， 真的吗？什么时候会出啊？要不要 call out 给我啊？噔噔噔噔噔，养狗就不会发疯啊！上一次我就那个。解那个什么，解那只狗狗，就是现在它没有在画面里啦，因为这次没有救到它。解就是救到那只狗狗，然后玛丽珍跟老爸就活了，对不对？感觉就很给力。养狗就不会发疯了，然后，对啊，这游戏真的会玩到疯欸，我前两天在玩的时候。第一天玩的时候，我简单模式也我第一天好像也没有过，但是就是都一样啦，大家都是不会知道说到底你要怎么解那个任务，对啊，狗狗还可以解，还可以挡强盗。晚安，晚安 ，Andy 6052，晚安。他玩这个游戏，他不会很认真看，不会很认真看那个讯息。我第一天玩的时候过那个简单模式的时候，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吧，因为第一场我没有拿到食物，第二场好像四十几天我就玩了一个多，玩了快两个小时，因为我都在看他到底在干嘛。所以前几天都是很正常，所有成就，干我不知道所有成就还有什么。我们看一下成就有什么。成就，我解了17个，这是什么东西 ？Beast Fall Out Shoulder， 干我不知道这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打败外面的记录什么东西的 ？Break and use every possible， 把所有的东西在里面都用过，这也感觉也很难。就是你要触发所有的事件 ，Turn your fall shelter into a madhouse， 让所有人都发疯欸。Complete the government， 反正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Ram， 这好像1337个。这个不知道什么挖沟的，主画面有一个奖杯，哦，那我去主画面看看。等一下，主画面有一个奖杯，反正你们已经看到破关了嘛，45天，然后给大家看，你赢啦！你活下来了，可以再玩一次给你看吗？有点。